剪彩。来来来，我开始看看。打开球吧！我有个孙家孙来帮我，
冇正经做。高真系企字，咁中间安排两行企字就跟留得录到啊。慢点啲，慢点啲，妈妈难啲啊！包腰过油轮啦，还没过。平爷，你一系就拖下油轮啦嘛，你跟松姐来后边啦。平爷，再第一个过坐，再担张凳过嚟呢度，啊，第一个坐住呢度。再安排个人过嚟呢度坐住啊！辛苦晒大家啦，抓紧时间。咁啊，演完上之后咧，我哋10:30进行剪彩仪式。剪完彩之后咧，大家可以就餐啦，食啲嘢先啦。未好，中间嗰啲睇唔到。你看那个也是高的啊，这高的来了，准备了，我来骑啊，我们的兄弟姊妹大合照，好吗？阿明啊，请来得来。不能，不能，叔叔，阿伯哥，俺们这次去上回来门啊，俺们上回来门应酬嘛。来，请。
咁啊，我哋血同村嘅兄弟啊，一齐上到舞台，进行我哋嘅兄弟姊妹舞台合照。之后咧，我哋十点半钟进行呢个文化室嘅剪彩仪式开始吓，今日希望我哋夹把握机会。嚟，所有嘅汉唐嘅兄弟啊，上嚟舞台，进行我哋嘅兄弟姊妹大合照。咁啊，呢个合照非常啊有意义嘅吓，值得我哋去收藏啊！好难得，历史以嚟第一次咁开心、咁盛大嘅盛会，大家能够喺百忙之中啊凑埋一齐啊，能够翻到嚟我哋汉唐村，非常嘅热情，非常嘅开心吓！咁啊，我哋所有嘅兄弟，汉唐呢边嚟啊，全部开始啊，女啊，我啲兄弟全部上舞台大合照，嚟一张最大嘅大合照啊，全村人嘅大合照，好。有咩共和院长话？唔够高嘅咧就担张凳啦。其实背后嗰个画幅细啲，因为呢个舞台上边咧有个边系好靓嘅，你遮住咗呢个舞台就冇咁好睇噶啦。系啦，嗰个画幅唔使挂住，嗰啲牌都唔使啊，嗰啲牌唔使举起身，你举起身影人我冇咩。全部啲兄弟啊，搭张凳仔企喺后边啊，大声个只行堆啊，系啦，咁咪应咗咯。你最威，你又喺葡挞面翻嚟个影完呢張啊兄弟姊妹大合照之後咧，我哋嘅出家女就要落一落嚟舞台呢邊，剩低我哋嘅兄弟嚟張啊大合照，總共三張大合照啊。第一張係我哋嘅出家女大合照，依家第二張咧係我哋兄弟姊妹大合照，第三個大合照咧係我哋本村嘅大合照，總共係三張大合照㗎。嚟，我哋本村嘅兄弟都齊未啊？嗱，只紅衫嗰啲仲未過嚟啊！本村嘅兄弟都要上舞台，係啦，大家啊互相通知一下啊！全場所有隻是紅光光嘅本村嘅兄弟嘅衫嘅嚇，全部上舞台啊嚟進行呢個大招，揸緊時間啊，好快落雨啦！係啊，今日天公有眼。我哋本村嘅兄弟，唔該大家攞啲凳啊，其實個凳嗰度啊，嗰啲攝影師話有啲人入唔到啊，係啦，起身係啦，要係單凳仔嘅，單張凳仔過嚟啊，企喺背後。美好的回憶，好嗎？回收紙呢？回收紙呢？好甜蜜呢？回收紙呢？阿叔回收紙啊！回收紙呢？回來好好甜蜜嘅回來。咁啊，我哋漢唐村哦，剪彩要準備就備咯。剪彩用品就定。
收支啊！唉，辛苦曬大家嚇，咁啊喺呢個時候咧就借助呢個夢係咧自己私底下影相啊，或者自己家人啊，同埋親戚翻到嚟，可以喺舞台呢度自由影相。咁啊，我哋十點半鐘進行我哋開幕，呢個寶君館同埋開幕文化商會，咁啊，咁啊，我哋嘅展彩花同埋個十幾個嘅學生啊，做準備啊，進行呢個展彩儀式。好啦，大家可以借助呢個舞台自由上台影下嚟嚇。準備吃早餐的嘉賓和演員，大家可以來到那邊吃早餐啊！我都要吃啲先。好啦，今晚我哋所有嘅來賓、嘉賓啊、演員咧，仲未食早餐嘅話咧，揸緊時間嚟到嗰個棚嗰度食早餐啊！打开电话。
Thank you.
集中到舞台進行助慶，咁我哋城市嘅人亦都要過嚟助慶嘅喎。咁啊，剪彩嘅當中，希望大家俾啲掌聲我哋舞台前邊嘅小朋友、學生哥
二一，讲起来你们就讲好不好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等下我叫三二一剪彩，你们就剪彩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我这里有看我爸爸。刚，请。唔该，几多人都要？影相啊！一阵间好多时间俾大家影相吓。刚刚好啊，啱啱好十点半钟吓。咁啊，我哋汉唐宝钢管和汉唐文化新展彩仪式马上开始。咁啊，我哋嘅摄影本村嘅兄弟姊妹做拍手仔喺嘅准备咯。咁啊，我哋嘅醒狮锣鼓亦都要做准备啊。开始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唔好啊？准备开始啦嘛！张经理，今年有边度啊？有呢度嚟。啊，展现场之后咧，我哋个锣鼓声要入嚟喎。好，系。醒狮队，醒狮队，将你哋嘅狮头举高向上边好吗？希望大家配合一下，醒狮，青龙，青龙醒狮队啊，请上到舞台，一个啲狮头搬到上边啊，系进行剪彩仪式啊，八个狮头全部举高喺舞台上边吓，准备进行剪彩仪式吓。好啦，我哋嘅醒狮队啊，稍作稍后稍后，佢哋要去洗手间啊！等多两分钟啦，等多两分钟吓，唔使急。佢归于是一个钟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嘅醒狮将所有嘅狮头喺后边举起身，系啦，好靓仔啦，八个狮头举高晒吓。试下 ，OK。差紧时间。嚟，醒狮队嘅狮，齐少少，系整齐少少吓。打鼓，要打埋鼓啊！嗌咗剪彩之后就打鼓啊，系啊 ，OK， 来排队醒狮头，我们的帅哥小朋友同学们啊做准备，我叫到三二一剪彩，你们马上剪好不好？那我们村民的掌声也响起来 ，OK。排好队，排好队，醒狮头啊，技高啲。个高度一样齐啲，教头指挥一下醒狮队吓，派好队整齐啲啊，唔好一个高一个低。先不要整派，先不要。好。OK。当颜色啊，嗰个红狮头，第一个喺最边嗰度啦。因为有两个红狮头，呢、这个红狮头个最边边嗰度，粉色嘅喺中间，粉色嗰、那个粉红色嘅狮头放喺中间，排一排色啊，紫色，哦，紫色嘅系一个颜色，应该，喂，紫色嗰个喺中间，紫色嘅喺中间，紫色嘅系一个中间系咯，比较特别系咯 ，OK OK， 哇，好靓仔，哇，好啦。咁啊，我哋汉唐宝钢管同埋呢个汉唐文化新展彩仪式马上开始，大家做好拍手仔嘅准备咯。咁啊，我哋嘅锣鼓亦都做准备咯。啊，先要做准备噶吓。嚟，汉唐文化新马上展彩，三二一，展彩。谢谢。
我哋嘅成仙图。咁啊，以下落嚟嘅时间咧，系我哋嘅成仙队表演啊，打功夫啊，同埋。我哋成表演嘅时间啊，继续啊！你做咩咁快换咗衫啊？分鐘分鐘，嚟嚟，揸緊時間，仲未開始咯，嚟曬入嚟，嚟嚟。廖英芬吧，廖英芬吧，陪曬入嚟。開始好嗎？都齊人未？
好，准备咯，来，大家笑甜啲啊！三、二、一，写字啊啦，再来一次，三、二、一，望中间嗰啲镜头啊，我呢个系辅助，望中间啊，喂，三、二、一，写字 ，OK， 啊，安哥，再同你录个视频啦吓，嗌个口号好嘛？买车买楼。一二三，东北放弃六八九，买车又买楼咁好吧？来录个视频，啊，来，一二三四，魂不放弃六七八九，买车又买楼，记唔记得？来，一齐嗌，来开始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，魂不放弃。六七八九，买车又买楼，耶、yeah! ！哇，呢、這个气势都好，再重复嚟一次好嘛？嗰个耶要大声啲，要有气势啲好嘛？啊，大声啲，嚟，三二一，一都破，上边墙未倒，很多次。三二一，剪彩！来来来，我开了，大家。打开电话。